诸位要记住，供佛最重要的是一杯水，不是给佛看的，是给自己看的。啊，这一杯水就是表心，心要干净，不能有污染。啊，要供清水，不要供茶，茶有染污，有颜色。啊，这一杯水不但干净，而且不动，水平面不起波浪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它能照见外面的境界。供一杯水呀，代表这个意思。啊，我的心要像一杯这杯水，干净平等。啊，有能力照见。啊，心染污了，心不平了。啊，小小的波浪就起心动念了。啊，怎么样才能让心啊平等，让心清净？这真修行啊。大乘经上佛常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子？就是真心呢迷了，迷了的时候产生变化。啊，他有起心动念，真心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这是真心。啊，我们今天见色闻声，立刻就起心动念。境界一现前，马上就没了。啊，这个我喜欢看，那个我不喜欢看，这个我喜欢听，那个不喜欢听。啊，你就堕落在七情五欲里头，七情五欲把你的清净平等心染污了，让你不清净，让你不平等，这就错了啊！啊，修行怎么个修法呢？六根在六尘境界，不执着，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起心。不动念就成佛了。六祖慧能大师告诉无尽藏比丘尼，啊，这一桩事情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。啊，无尽藏比丘尼读涅槃经，他在旁边听，人家念完之后，他就告诉他，你刚才念的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，讲给他听。啊，他听了非常惊讶，讲得太好了，捧着经本来向他请教。慧能大哥，我不认识字，不要拿经本给我看。不认识字，没有学过经教，为什么你能讲得这么好？但这个与学不学，与认识字不认识字不相干。
与什么相关？与清净平等相关。啊，清净心现前了，平等现前了，照见了。啊，他在念，慧能在听，慧能是清净平等心在听，所以他完全明了。无尽藏比丘尼在念，念的时候心不清净不平等，只念的文字不晓得意思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不懂你不知道怎么修法。你以为念经是修行，会念经的人他修行，不会念的不是修行。啊，会念的怎么念呢？大乘起心论上说得很清楚，你展开经卷，从头到尾念一遍，念这一遍经的时候，不执着文字想，不执着名字想，不执着心缘想，这就叫真正在念经。那是什么境界呢？清净平等心现前。啊，如果读这个经文，这是什么字？这个什么名词？是什么意思？那就错了。那不是修行，不是修行，那叫造业。造的什么业？佛经是善法，造善业，不是恶业，造业。啊，造善业的果报在三善道。啊，造恶业的果报就在三恶道。啊，要怎样想？不造业，染净善恶都没有，用念诵的方法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。啊，你看眼看字看得清清楚楚，那是慧；如如不动，那是定。定慧等学，这叫真修行。现在人不懂啊，啊，念经听教，听一些道理，记住了，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用得上。这不是真正佛法，这是佛法的副作用。能有一点副作用也算是不错了。啊，如果副作用都没找到，对佛经有怀疑，有批评，那个麻烦大了，那你造恶业了。啊，用自己的意思，用自己的知识来解释经典，这个果报，说的不好听的话，是三途罪业，不是好事情。所以华严大智度论都说，佛法无人说，虽智不能解。什么人说？过来人说。什么叫过来人？
真正有修有证。现在有证找不到了，至少要真修啊！啊，真修的人现在也稀有。啊，真修的人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修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用什么方法修？净土宗性愿持名，就用这个修。啊，见色闻声，第一见是自性见。第一念，第二念呢，落在阿赖耶去了，就迷了。啊，眼睛张开，第一个印象没有分别，没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，叫见性见。啊，第二念呢，第二念是眼识见，眼识有分别。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教菩萨摄食用根，啊，见不用眼识，用见性，见性是根，啊，听音声不用耳识去听，用耳根的根性，啊，根性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这叫真修行啊。这个东西很难，真不容易啊。净宗有特别方便，全把它转成阿弥陀佛，这好办呐！啊，第一念是见性见，第二念呢，阿弥陀佛了，不落在眼识，落在阿弥陀佛，念念都落在阿弥陀佛。行，这不是明心见性，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清净阿弥陀佛。啊，到极乐世界之后，自然就明心见性了。净土宗的学人，把明心见性这桩大事放在极乐世界去办，啊，现在这一生要办的事情，不是明心见性，也不是得三摩地，就是念佛求生净土，就这么一桩事情，妙极了，啊，成就之殊胜，决定超过八万四千法。啊，是你想象不到的收获。为什么不干呢？为什么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呢？啊，把你的念头通通去向阿弥陀佛，什么都放下了。